音乐家，音乐家，音乐家，要把它看。那我要问问题咯，那给你呢。Doctor 在哪里 ？Doctor， 他坐在这边。Doctor 在哪边？你要点啊。那个是动物的 doctor 没错，那另外照顾人的 doctor 在哪里？慢慢来，你一定知道。好棒！那农夫勒 farmer， 请问 where is farmer？ 这边。哪边？你要点啊，点我才会知道啊。一定要这样吗？嗯。